IT 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近几个月，苹果公司确实不太好过，前有与高通就专利案闹得热火朝天，后面 iPhone 销量大跌，而现在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据美国科技媒体 Apple Insider 报道 ，Rambin Wireless Technologies 公司刚刚在一起新的诉讼中起诉苹果公司侵犯其两项与蓝牙技术有关的专利，其中苹果生产的所有支持蓝牙 2.0 或更高版本以及 EDR 技术的设备都成为该案诉讼目标，几乎囊括了所有 iPhone 型号、iPad、Mac、HomePod 以及 Beats 品牌的产品。据悉，本案涉及的两项专利号分别为8023580和8457228，标题均为使用至少两种调制方式展开通讯的系统和方法，让两台设备可以使用两种或更多的调制方法展开数据交换，有可能提升通讯速度。诉讼中涉及的这两项专利均于2018年12月4日过期，但该公司却声称由于侵权行为发生在专利过期前，所以依然有权提起诉讼。该案在周四提交给了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法院。唉，这谁顶得住啊。